我學校的運動會是我最後一年參加我今年就玩，即係玩盡佢啦，冇咩都播啦，短跑啦，好似標槍都有。你唔參加啦啦隊嗰啲有冇啊？啦啦隊話俾大家聽，可能有。參加陸運會嗰陣時都會跳嘅。嗯 ，OK。擅長咩啊？最擅長應該都是籃球，佢之前都有打開，即係 team 校隊啊，或者出邊做甲乙組啊先。但係而家停咗㗎啦，係嘛？而家好少打啦，但係會唔會以前係校隊啲風頭人嚟㗎？我又唔係覺嘅，即係我唔會去特別留意嗰啲嘢，做好。始終運動是一個很熱血，大家男仔整個 team 一起去奮鬥那種感覺，我覺得很正。不過我明白的，一個人去到一個全新的地方，要即完全重新開始熟悉啲朋友啊、啲環境啊、啲老師係都幾對一個係咯大嘅女仔嚟講係唔易嘅事。希望可以快啲見到佢，快啲翻嚟啊！香港歡迎你。全哥呢樣嘢我就未知，都要等公司嘅安排，等應該都會等佢翻嚟。